道友留步，多谢道友出手相助，敢问尊姓大名？区区姓名，不足挂齿。李某人还得敬您一杯，以表谢意。在下有要事在身，不便多聊。啊，抱歉，我帮您擦擦。不必。刚见到你，我就发觉气息很熟悉，看到你额头的印记，我就更确定了。灵珠印记，原来是龙族特洛灵珠。跑得了我的跑不了庙，我要禀明天尊，上报天庭，揭露龙族的罪行。就是来的，应该是我龙族做的。龙族天庭就不该给他们留活路。你看这事儿闹的，师弟，本来吧是四个人就解决的问题，这下可好，全知道啊，在场的一个都活不了，这事和你也有关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瞒你了，灵珠我拿的，敖丙我徒弟。你疯了？你就不怕天尊责罚？有什么好怕的？你们死光了，不就没人告状了吗？徒儿，事到如今，如之奈何？龙族的存亡就在你一念之间，儿啊，灵珠，祖等待千年。光伏全族靠你了！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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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要干啥子？唐官活埋了呀！